我是廖小军，欢迎锁定今天8月26号在星期四晚上7:55为你播出新台湾加油。蔡英文总统在这个星期一施打了国产高端疫苗之后呢，总统府的发言人呢张敦涵在今天宣布赖清德副总统他上网预约接种国产高端疫苗，也打算在明天早上7:30就在台大医学院的体育馆接种高端疫苗，这个早上7:30同样可以透过直播的方式让观众朋友看到。而今天嘉陵缺席的本土案例今天增加了2例，台北跟新北各有1例，不过6名境外移入，2人死亡。陈时中告诉大家，昨天的接种人数来到了83635剂，那么台湾现在整个疫苗的涵盖率已经达到了 41.24%。 尤其在今天有外界问到了陈时中，说本来所预估的是60%的涵盖率在10月份可以达到，陈时中甚至认为事实上70%的涵盖率在年底都有可能达到。不过疫苗的到货当然还是一个关键，台湾呢在这种选择的状况底下即将会有最新另外一个选择，就是 BNT。 因为陈时中说195万剂的 BNT 到货时间虽然还没有定，但是应该很快就会到了，学生优先使用，到时候以年龄，那么年龄长的先施打，而且地点就选择在校园全面性的开打。但是外界很好奇的是，究竟所谓的复兴医药里的复必泰3个字到底是放在原厂制的盒子还是这个瓶身呢？今天记者问到了陈时中，外界认为怎么会在这个时候全球都在抢疫苗，同时我们可以抢得过原本这一批要送到土耳其的，怎么去拦截它，这中间的转折，那尤其是谁去进行交涉，到谁去进行拍板。今天陈时中特别提到3个小时决定要买下这一批 BMT 的个现货。好，陈时中这个说法我们稍后一一为您还原，这里头包括了郭董，包括了台积电，包括了慈济，他们都发挥的影响力吗？当然大家在此刻都很关心，就是在高端疫苗进行开打，今天算是第4天了。56岁桃园的陆姓专栏作家，包括44岁有糖尿病的温姓男子，跟基隆40多岁的女子在施打疫苗之后死亡。那到底开打到现在4例持续相关通报的死亡案例当中应该怎么看？今天周百倩医师来到我们现场，因为庄仁祥在今天已经解释首例的陆姓作家的个案已经完成了解剖，那么结果是主动脉剥离合并心包填塞，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症状呢？虽然强调一切要由法医做最后的判定，我们稍后来看，因为这个主动脉剥离好像不只出现在他的身上，我们来看看，在最近的施打的这一波里头，好像出现不适的有年轻化的一个情形，该怎么进行解读？有多名的医师对此也提出了一些看法。好，邀请这几位来宾来共同好好的关注。首先，我们介绍资深媒体人王瑞德，小军好，大家好，以及北医附属医院的胸腔科主治医师周百谦周医师，大家好。国民党的新北市议员叶元之，小姐好，大家好。叶元之来到我们现场，今天连胜文一语道破吗？他说国民党呢现在有3头半马车，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等一下叶元之帮我们进行解读。尤其在现在啊，苏贞昌在民进党政府呢极力要去防堵非洲猪瘟的肉汁走私进口的时候，国民党呢召开记者会喊出的是要拒绝来猪进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听起来好像都合理，好像都是对，但是国民党宣称在后天号召民众要走上街头。好，最新的情势发展，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张宇硕老师，小军好，大家晚安。以及我拜卷今天拍板定案了，更多的讨论来政治评论家汪杰明，大家好，非常低调来到现场。那我们也知道，这一起不幸死亡事件是第1例死亡个案，引发各界的关注。在时间序方面呢，因为他在施打之前曾经在脸书提到他对高端疫苗的期待，那么除此之外，家人有2个人跟他共同都是在蔡英文总统礼拜一接种疫苗的同一天来进行接种，对高端疫苗他是深具信心。今天画面当中所看到是桃园地检署在昨天相验遗体之后的检察官为求谨慎，今天解剖遗体来厘清确切的死因。陆姓作家的儿子今天也抵达现场，不过他戴着鸭舌帽口罩，低调不愿意受访，也快步从后门离开。我们也知道他前天施打疫苗之后身体不适，隔一天被家人发现失去了呼吸心跳，送医之后依然不治。这是在桃园地检署检察官昨天下午1:30在中立的殡仪馆进行遗体相验之后呢，家属呢谈起整个事情，决定还是解剖，希望可以来找出真相。那我请教是周医师，这个是
我们取得他跟他的朋友当时在半夜的时候12点多的时候，大约是12点大概25分的时候，他的对话，我突然出现了现腰酸痛到冒汗，心跳明显下降到60左右。到了大概1分钟之后，又说我现在是57，还有肚子痛。好，他的朋友回答：三更半夜的怎么办呢？又这个时候他又说，大概过了，你看这个12点29分23分，3分钟之后恢复到72。朋友就笑他说：哇，这不是上上下下不像股票一样，他现在就好多了，就一阵子。好，这是凌晨这个陆姓作家跟友人之间的对话。那今天 CDC 说经过解剖之后，跟这个主动脉剥离也有关系，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状况？我们一般来说，在最近的一个疫苗注射的一个事件中，致死案例其实很多症状都会类似来自于胸痛、胸闷，忽然之间就是背痛、肚子痛这些的，所以其实就说明了，其实我们在注射疫苗的过程中，各式各样的症状有时候是会消失，有时候会持续。这些消失跟持续的关键点就是在于说，身体能不能够接受在注射疫苗之后所造成的一些生理变化。所以其实我们来看这个一个症状，譬如它是胸痛、胸闷、头晕、腹痛。其实我蛮同意指挥官陈部长所提的，必须要先排除心肌梗塞，因为这部分在一个第一次胸痛就是一个主动脉剥离，其实它的几率真的是不太高。只是说在这个对话里面，我们发现有心跳的描述，没有血压的描述。为什么血压的描述在整个主动脉剥离是一个重要的一个一环？是因为主动脉剥离所描述的，就是今天所说动脉它的壁有三层，分别是血管的内层细胞、中层细胞跟外层的话，主动脉剥离也就是说，本来血流是在血管的内壁中间，就像管子流动，但今天由于慢性的一些高血压控制不佳，或是说动脉硬化，或是它是基因的问题，或是有外伤，或是它本来就有一些我们叫做血管的异常现象，这时候在血压控制不好的情况下，这时候它的血压就会从动脉壁上面找寻最虚弱的一个地方，从那边突破，这时候由于它的血流的行走就不是在血管内壁了，是在血管的墙壁的中间，它会到处乱延续。所以假如说这个病人他只是一个单纯的我们叫做动脉的一个这个部分的话，其实他的一个症状会慢慢缓解。但如果说他今天主动脉剥离的部分一直顺着主动脉壁中间的一个血流跑到心脏旁边，因为理论上来讲，主动脉跟心脏旁边它是不会直接通透的，因为它只会流到心房跟心室。但今天如果说它顺着血流壁的不正常通道跑到血管旁边外面的这些心脏壁外面的空间，它就会压迫心脏，造成心包膜填塞，造成死亡。所以我们就会发现，这些病患他常常都会说有一些共病，就比如说高血压可能就是了，可是在当时不舒服的时候欠缺了血压的描述。所以假如说他是一个容易造成主动脉剥离的一个高风险，血压平常没有好好控制，而胆固醇一直都很高的话，这时候在一个临床的一个刺激之后，血压高到180、190或200，这时候自然而然就会产生严重的一个主动脉剥离的持续的一个出血现象，它只要积在不应该积的地方就会造成问题。不过很特别就是说，其实主动脉的一个剥离可能在副主动脉，可能是一个胸主动脉。我们最近看到的就像这一次高端几乎全部包含一位女性，还有包含这位全部都是在胸主动脉。基隆的女孩子我看到好像也是提到说，这是王姓的女子，也有提到主动脉剥离，对不对？对，所以我们现在问题就是说，她这是电脑断层之后发现也有这个现象，可是她没有什么任何的慢性疾病，同样胸闷、头晕，到后来是倒卧在捷运的西门站。是，所以我们现在最要关键点就是，当主动脉剥离的部分，它的一个范围不断扩大，它就会影响到正常血流的一个输送，因为它压迫到一些正常血流的一些通道，所以当回心血不够，它的确就会造成晕眩，因为血压低的一个关系。所以现在的关键点只是在于说，这些其实都是相对比较年轻的一个族群，因为主动脉剥离，你今天如果发生在60、70、80，我们可以合理接受，这长期血压控制不好的结果。可是这几位都是40几到50几，而且甚至说血压的部分好像也不至于造成他平常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才会比较担心的，就是说除了血压控制不好之外，疫苗的某些设计
可不可能造成本来就比较会有缺陷的一些主动脉的一些内壁组织产生后续的一个问题，而造成血流不走正常的路，走另外一条路，就会造成各式各样的一个猝死案件。所以我们会观察，就是说，因为高端有四位嘛，一位是吸毒的，虽然说吸毒到底会不会因为高端疫苗的一個，就是这个39岁的泸州这个男子啊，因为他吸毒今年晕倒好几次了，所以我们要问的是说，那今天如果说没有去选择的话，佐剂就是疫苗里面的佐剂会不会有一些物质造成吸毒的一些副作用会加重，所以我们可能没办法讨论39岁这一个，因为除非他也去做一个电脑断层或死后的核磁共振来看他是不是一个主动脉剥离，不然的话就目前来看，44岁、41岁到50几岁这位作家，对，的确，其实我们的问题就是说，看起来集中在30几岁到50几岁之间，这个作家大概55岁、56岁，是，所以我们认为就是说主动脉剥离发生的频率这么的高。那会不会有些部分其实是因为他的心率也同时发生不整，或是发生心肌梗塞？因为我们如果用疫苗的副作用来做说明的话，几个部分就是一个免疫复合体会不会造成一些血管的一些问题？因为 AZ 会产生血栓，那免疫复合体的意思就是说，任何疫苗的一个设计，它是有一个抗原，抗原的部分打到身体之后，身体会产生抗体。所以抗原跟抗体的产生有时候会产生免疫复合体，它可能造成一些血管内壁的损伤，造成血栓，血栓一旦到达一定量塞住冠状动脉，就会类似心肌梗塞。所以当时陈部长才会说合理的推判是一个心肌梗塞，只是心肌梗塞或是主动脉剥离，按照过去半年我们对于这个死后的判定都认为是他的一个原始共病，可是由于这些病人如果说是打完之后隔天就主动脉剥离的话，这种因果关系要跟疫苗完全撇清关系其实不太容易。OK， 几个问题哈，主因还是诱因的问题，包括所谓的主动脉剥离，它是容易出现在各个年龄层吗？还是可能年长者比较容易发生？那如果是年长者比较容易发生，现在出现在几例，30几岁到50几例，那就特别值得注意的。包括这个有没有什么症状？因为我们看到这几个好像感觉没有特别提到他过去有主动脉剥离的一个症状里头就医的一个记录，这个部分周医师怎么看？主动脉剥离他会讲危险因子的话，当然首先就是高血压控制不佳。第二部分就是胆固醇的控制不佳，第三个部分就是说它有一些结缔组织的问题，第四个就是有一个外伤，第五个就是一个先天的一个血管异常，这个部分都会发生，所以这些部分的一个累积，年龄是一个重要关系，是，除非是基因的问题，所以年龄是重要关系的话，的确要在40岁、50岁不是不行，但通常它有一个共同特色就是血压常常控制会比较不好一点。不然的话，一个好好的血管壁是不会突然之间破掉的。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要去厘清主动脉剥离的一个部分，除非说这个病人平常就有一些慢性胸痛的症状，而 X 光片里面又注意到他在 X 光片里面呈现血管有异常的扩大，跟他年龄不相符，然后进一步再去做一个电脑断层打显影剂，这时候就可以看得到血管上面有没有不正常的一个通道。所以这一部分其实症状一定是一个前提，只是说这四位都没有特别提到平常有没有慢性胸痛，对，所以忽然一发作这么严重，这是我们你觉得来得很快，感觉他事先没有这些相关的症状，是来得很快，然后就走了，所以这样防不胜防，所以就很难去告诉大家说，我今天看起来平常没有什么症状，我只是高血压、胆固醇高。那我会再发生，这是现在所有病人在问的一个问题，所以就提醒我们，就是说，或许主动脉剥离很常见，但是难道疫苗的部分的一个调整有没有机会改变这种趋势？这其实也是没有人能够回答的问题，因为我目前只有第二期临床试验的资料，没有第三期非选择情况下所产生的临床大数据。OK， 好，来瑞仁大哥帮我们做解析，我们听听看庄仁祥，包括了陈时中，针对在今天进行解剖的陆姓作家，他搞了高端疫苗，隔天猝死之后，那家属递到现场之后呢，今天他们对于这个结果做了一个初步的解释，包括了罗义军提出来主动脉剥离合并心包填塞，来听听这个大现场。那一例他解剖看起来主动脉就是要从心脏离开这个。离开心脏进入主动脉，我们叫主动脉根，那边出现这个剥离破裂的情形。那因为离心包膜就是在旁边而已，所以
有整个破裂性心包膜引起心包填塞，心包填塞是一个会急速这个血压降低的休克的一个急症哦，所以不幸是因为这样的一个主动脉剥离合并这样心因性的休克而过世。或者是他解剖的一个结果哈，那所有的还是要最后在法医这边做最后的判定哈。不好意思，部长再确认一下，所以我们的四例里面有两例发生心肌主动脉剥离。这两个还要再，因为另外还没有解剖。那另外一个那个有一个女性嘛，之前有说过。对，那个是一个诊断啊，那个、在这一个临床的诊断。好，所以相关的还要做更进一步的解析。像这个案子，先跟大家报告一下，那是解剖后的发现啊 ，finding。那最后还是要由法医来做死因的判定。就像蔡政府到现在限我们两个回答：第一个，为什么从五月我们的疫情爆发以后，我们的死亡率高达5.5%，居世界的前茅？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一个理由吗？为什么打 A 类的疫苗死亡的人数400,000人，尤其是注射日本进来的第一批的100万剂，死亡率那么高，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个交代？陈时中好像对死亡的人认为说啊，就是什么有什么三高，就是有什么慢性病，一语就可以带过了吗？现在还在7月。陈时中先生，很多的冤魂会去找你的。如果在6月底就可以去买复必泰3个字的 BNT 的疫苗，我们现在可能学生开学很少，老师开学都不是问题，就是因为那3个字考了3个月，结果被新加坡买去，人家先打。为什么我们短短的2-3天死掉4例，还要继续打？台湾的命不值钱吗？难道不应该停下来看一下？各位，我们公开呼吁、公开要求，指挥中心呢，应该呼应部分医师们所讲的，应该要暂停看几天，好好的成立一个委员会讨论一下，适不适合继续打下去。来，瑞大哥，怎么看国民党呼吁高端应该要停打？如果那么按照国民党的说法，那么打了疫苗了以后有死亡，那么案例的话呢，就必须停打，全世界所有的疫苗都必须立刻全部都停打。好，我等一下跟各位解释一下啊，为什么是这样讲。那么除此之外，这四个案例里面呢，泸州39岁的男子啊，几乎可以肯定跟打疫苗没有关系，为什么呢？因为呢，经过了相验了以后呢，事实上在他的手上就握有针筒，里面有海洛因的残渣，也就是说他是一个那么惯性的吸毒者。那除此之外呢，那么他有多次呢，因为吸毒，所以后来啊，甚至于救护车送医的这个记录，在他们的垃圾桶里面也翻到了有关于安非他命，也就是二级毒品的相关的残渣等等啊，那么。我个人那么在30几年的这个社会新闻的这个等于说采访过程当中，我看过800多具的尸体，那么其中有几具是年纪非常轻的酒店小姐，大概都20几岁，她们几乎都是照理来讲她是很年轻嘛，那身体应该很不错嘛，但是呢她们几乎都死在同样的一个毒品施打过量，所以造成暴毙。这样猝死的案例呢，我看过蛮多的。当时在台北市中山区的林森北路那种出租大楼的小套房里面呢，有非常多起这样的一个案例发生啊。那这个案例呢，那么包括他的家人都没有任何的异议啊，因为事实上，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我们看死因啊，除了解剖之外呢，还有必须要了解他平常的这个生活习惯等等啊，不能因为他打了高端还是打了辉瑞，那我们就认为说是因为这个跟这个疫苗有关系。那另外2件 case 呢，包括这个陆姓作家，然后跟这位女性，对不对啊？他们的部分呢，那么我发现了，他们都有这个等于说反应，包括胸痛、胸闷，还有背痛。对，所以呢，这里要特别这个要特别，不管你是打什么疫苗哦，如果你出现了胸闷跟背痛，尤其是背痛，
我今天听了很多医界的朋友说啊，那包括主动脉剥离的话，听说会有出现背痛的这个等于说病症就对了啊。如果你有这样的病症的话呢，麻烦一下就直接赶快去医院，赶快去诊所啊，不要忍，因为为什么？因为有些人会认为说会不会是打了疫苗后的后遗症？跟各位讲，打了高端的以后呢，高端这个次蛋白呢，它的后遗症已经是所有疫苗里面比较少的，大部分。听到的除了那个什么肚子饿啦这种与身体没有关系啦，大部分会有一点酸痛，会有一点酸痛，打的地方会有点酸痛。除此之外呢，会有一点发烧，像我太太烧到大概 37.1 度，然后后来呢，那么因为她 不想吃普拿疼，后来把冷气关掉出出汗就 OK 了，所以她也是打高端就是、对对对、我们全整个家族都打高端就对了。那么另外呢，另外就是啊，那大概听到的后遗症，像我的这个儿子跟女儿一点反应都没有，大概就只有我女儿多一个4岁就想睡觉、累了就想去睡觉这样子。我都没有没有嗜睡，对，没有发烧，所以每个人体质，每个人体质都不一样。对，我也听过打莫德纳的这个等于说医院的这个主治医师啊，他真的他第一剂打 AZ， 第二剂打莫德纳，但是他不算是莫德纳的第二剂了他说人家像火车搞鬼，一起去拖拉一波胜利的火车啦，但是有点像是被机车啦拖拉给弄丢，你知道吗？那也很严重、他第二天他是一个壮汉嘛，对不对？他第二天没办法下床，没办法下床所以呢，每个人的反应能力是不一样，像我就觉得毫无影响，就没有什么感觉，对不对？每个人的反应能力不一样。另外，这四名死者里面呢，其中有一位昨天是120公斤，他有糖尿病的男子，是他在隔天他施打了以后，是隔天因为这样子死亡嘛？你知道会有没有影响？当然会有影响，为什么呢？因为呢，今天阿东部长都说了，那么施打率比这个之前的8月23、24呢稍微有点降稍微有点降，还没有到缓打都不敢打，但是确实有降。我告诉各位。会不会害怕？人会害怕，为什么呢？就在昨天跟今天啊，我接到一些我不认识的网友啊私讯给我求救，你跟我求救，其实我不是医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跟我求救。然后呢，他就跟我求救说怎么办？他有高血压，有的说他有糖尿病，然后呢，到底要不要打？到底要不要打高端等等，会害怕。女儿叫他不要打干嘛？我的回答很简单，自己决定。为什么？生命是你自己的，是，所以呢，你要不要打？第一，要不要打疫苗？像我姐姐，本来他们都不打疫苗啊，想说不要出国就好了。我后来跟她讲，可是问题是，我们总有一天国门会打开，如果病毒进来了以后呢，你还是没有抵抗力啊，你知道吗？然后呢，万一你可以选择不打，你可以选择打任何一种，都随便你，这是你的选择，因为生命是你自己的。不过。Delta 那种大魔王都还没进来啊，还没有真正的在台湾大流行。Alpha 这个英国变种病毒在台湾短短3个月已经造成10000多例，700-800个人死亡。你要想清楚，为什么呢？万一你没有抗体，没有打疫苗，打疫苗我敢各位报告，跟打流感疫苗意思是一样的。什么意思？你不会因为打了疫苗以后你就不确诊，不会。你换一个不重症不死，这样就好了，你的死亡率会降低。一定会大幅度的降低，在国外看到的都是这样。你还是会确诊，但是你的死亡率会大幅度降低。你要想清楚哦，因为要不要打随便你。我个人有高血压，我的血压140起跳。为什么呢？因为有除了遗传之外呢，就是自己饮食习惯不太好，多喜欢吃油，喜欢吃辣，喜欢吃这个咸的啦，沙茶酱什么东西都弄。等到来不及的时候，已经140起跳。但是那么这10年来。非常乖的控制血压，也就是你每天都要控制血压。然后呢，除此之外呢，三酸甘油脂包括胆固醇，很多人都根本一辈子可能没有去抽血。我每3个月抽血一次，很多人根本就没有去抽血啊，没有去验自己的三酸甘油脂、胆固醇啊、尿酸啊，跟你的这个包括你的血糖等等啊，你根本就没有去量，所以你什么都不知道。很多人搞不好是在经过这个打疫苗过程中，我相信这些不幸罹难的这些死者里面呢，我相信他们自己事先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可能有潜在性的主动脉剥离的这个危机，他们应该不知道。是，我告诉你，公他们的进阶，然后我们怎样？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这个习惯。有些人会有个习惯说到了年纪一到了50几岁干嘛每一年花了多少钱去做一个身体健康检查？对，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的。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那么国民党的几位的立委呢，竟然用什么艺术是讲救场呐？因为基本上都要放在农历7月鬼月嘛，所以用救场的方式说这些亡魂会去找阿中部长等等就对了啦。如果高端到目前为止有4位打过高端疫苗因为这样不幸死亡的案例，如果这样
高端就不能打。当然他们的说法是说啊，因为他三期没有完整啦，没有做好啦，保护力不知道啦等等啦、嗯嗯、那么事实上全世界所有的疫苗都不是全部都等到三期做临完毕，什么都 OK， 没有任何的风险，拿到所有的药证了以后才开始打，这个是事实嘛？对，全世界都这样，这个是一个事实嘛、嗯？但你高端要设法去做，完成三级啊，他现在也在做，包括到这个巴拉圭去等等去做，这我赞成啊，我觉得这样非常好。然后呢，可是他说要这些亡魂啊，就去找这个等于说那个阿中部长啦，我觉得你 over 了，这不是我认识的国民党，国民党是一个百年大党，从孙中山、孙文开始，从宋教仁时代开始。国民党都不是这个调调，你知道吗？上不了台面啊！为什么？怎么会讲出这样的一个话呢？那么除此之外，如果要讲死亡的案例了，那讲国内 A Z 到现在，这是今天最新的数字、嗯、我全部讲的，包括国内外都是。是 A Z 目前呢，打完 A Z 后来才死亡的案例呢，543，强调不是因为跟疫苗就直接有关系，是，但他死亡前去打过这个 AZ 啊，543位，嗯，那么莫德纳124位、嗯，如果按照这样的话，请问你 AZ 跟莫德纳按照国民党的标准，是不是现在立刻停打？莫德纳是台湾最多年轻人就想打的疫苗呢，各位，你要知道，在南韩也是今天最新的数字，打过辉瑞 BNT 死亡。打过了以后死亡是264人、嗯、然后呢日本因为他打辉瑞 BNT 是最多的，他到今天最新的数字，那么已经有991位的日本人因为打了辉瑞 BNT 打完以后死亡、哦、但我也在强调哦，他你不可以把他的死亡就说他因为去打疫苗死掉，不是，是，而是他死之前他有去打过、嗯、就持续上刚好是这样、嗯、991个人，我的天啊，这卡位的练体啊、嗯、另外11个人是打这个莫德纳、哦、比较，因为本来就是因为他大部分的人都打辉瑞嘛、嗯、所以打莫德纳少嘛，有43位得了这个所谓的心肌炎，打了辉瑞 BNT 心肌炎跟心包膜炎，有3个人是打了这个莫德纳得的、嗯、可是如果按照国民党这些人的例子，那个他们的这个的比例啊，高端打了打了以后，现在4位罹难。我问你嘛，那刚刚讲了日本那个991位，如果这样的话怎么办？还有，下个礼拜我们这个礼拜会先有 A Z 跟莫德纳，大概150万剂左右会来。是，下个礼拜没有意外的话，也有另外快接近200万剂的这个辉瑞 B N T 会来。嗯，希望不要，希望不要，但是。万一不幸辉瑞 BNT 有人因为施打这个疫苗，因为这个疫苗多达1500万剂嘛，是至少会有750万人以上会打这个疫苗嘛，是万一有一个人因为打了这个疫苗以后发生了什么事情，那难道按照国民党的标准，辉瑞 BNT 从此以后就不能在台湾打了吗？要停止施打吗、嗯？不是这个样子的嘛、嗯，因为再重申一遍，因为呢很简单，生命是你自己的，要打什么疫苗，要不要打？自己决定，你不要问别人，你也不要替你的父母还是谁做主，你知道吗、嗯、自己选择自己做主，因为比起万一你感染到这个所谓的 Alpha 或 Delta 的时候，那个死亡率跟那个痛苦跟那个猝死，人的死啊有重于泰山轻如鸿毛、嗯、我一个好朋友也姓王，他爸爸70几岁非常的健康，完全没有任何慢性病，然后呢到尼泊尔机场跟好朋友去到尼泊尔去玩，回来的那一天就在等飞机的时候，在机场走路跟朋友聊天，突然间讲了一句啊，摸了一下自己的胸口，棒倒地，1分钟后断气。哦，从好处想，他没有受到太多的痛苦，但是对子女来讲，怎么会这样呢？你知道吗？嗯、我爸爸都没有病，没有痛啊，没有任何的那个、啊。是，但是他为什么就昨天啊就摸了自己胸口？那么死因心肌梗塞。所以人生怎么说？人生没有办法去决定说到底什么时候要生，什么时候要死啊！但是能够多保护一点，我们总希望能够多保护自己一下。还有，不要忍。除了我刚刚讲的一些副作用之外，嗯、如果你出现胸闷、背痛，麻烦这些痛有出现这些比副作用还要严重的情况的话呢，嗯，赶快就医，先就医再说。是，周医师，为什么几乎的共同症状都是在背痛哈？这是一个最新的案例。那么今天 CDC 告诉我们说，它的不良率里头有15件非严重的不良事件，那么有3例死亡，这3例死亡昨天已经报道了。
它的接种率里头的报道呢微幅下降，从本来礼拜一的 92.8 到礼拜二的报道率呢 90.2 微幅下降，但是环岛潮他认为不至于啊。这里头的状况，台北有接获一个案例，他的手背注射部位酸痛无力，那么急诊就医之后呢，另外一例有头晕盗汗血压，基隆有出现了一对夫妻，他在施打高端之后呢，丈夫是全身瘫软四肢无力，妻子是觉得有一点喘，他的手脚不自主的抖动，那么送医治疗，在昨天晚上10点多钟已经出院了。这夫妻俩再度昨天晚上又不是送医，出现四肢无力瘫软情形，那他们说据说已经又回家了。台南呢出现30多岁的男子呢，他是在8月24号打了高端疫苗之后有红疹胸闷，送医之后已经明显改善的情形。所以周医师我想请教，有哪些人到底适合打？我们看到几个医生告诉我们几个他们提出了一个建议，第一个黄立敏看到这个状况，他是说指挥中心应该去分析猝死个案的发病的形态，尤其是前一天发生什么事情要讨论，如果猝死的样态分歧或许没有暂停的必要。另外呢，高大成特别提到，他认为高端的疫苗虽然副作用少，但是接种的疫苗要增强免疫力，身体的这一种适应红性的白血球会大量增加，这指的是什么？会增加性白血球是跟过敏相关，但它不一定打疫苗会产生，所以这个部分除了有证据，打了疫苗之后会增加这个，对不对？不然这句话是没有看到在临床数据看到这种，所以这个部分可能是个案。个案是不是 ？OK， 那身体的变化，他建议这五种人要特别注意，你要打疫苗之前要想一下，第一个卧病过久的病患，还有长期洗肾者，有心肌梗塞、中风多次。或者是三高患者要特别注意，施打之后要生活正常，减少风险。如果有三高的话，哇，那涵盖的范围非常广。另外一个前台大感染科医师林势必是认为，个案的死因跟疫苗是否有因果关系亟待厘清。如果校正年龄之后，高端 AZ 莫德纳相比死亡比例超出许多，就可能是危险讯号。如果疫苗引起的猝死应该是严重过敏性休克，大多数发生在注射完半个小时之内。那另外呢，大量的疫苗施打之下还会陆续传出死亡跟不良案例，大家要用科学的方法解读，不要再散播这种无谓的恐惧。我们刚刚讲这些症状在其他的疫苗也会发生吗？来，周医师怎么看现在目前最新发展？我们目前看到的一个疫苗的一个不良事件或副作用都是大数据累积的一个结果，所以大部分的 EUA 会建立在第三期临床试验进行到一半的时候，针对第二期跟第三期的一部分的资料来进行决定可不可以进行 EUA。 所以高端目前的争议还是在于说只有第二期3000多人，而且这3000多人的数据是高度选择下安全的一个个案来进行的分析，所以在一个大数据里面它其实并没有办法分析的，就是说如果今天更多人来打一些少见的一些罕见的案例会不会产生致死案例，所以这部分机会让这三位专家各有各的一个看法。我们认为就是说，也就是因为今天高端是建立在第二期临床试验下，它针对它的疗效、安全性以及它的抗原呈现的一个效果，可是这些病人都经过选择，所以它不会有这些共病，不会有心律不整，血压也控制得不错，糖尿病不会太差，肝肾功能没有问题，所以这时候在高端直接来进行10万人的施打，一定会要去分析它的异常讯号。所以就像黄院长所提的，前一天发生什么事情？这前一天发生什么事情？我觉得应该要先从注射疫苗前一天发生什么事情。前一天发生什么事情？有没有太累的情况下去打？有没有在喝酒？有没有在抽烟、睡眠不佳、熬夜这些部分？熬夜，甚至今天听说有一个女孩子，昏倒送到急诊室之后，发现她熬夜没吃早餐。因为晕针非常常见，所有的疫苗一定会发生晕针事件，所以它不算是不良事件，而是病人没有准备好。那一些常见不良事件就要去区分它是局部副作用还是系统副作用。局部副作用，譬如说红肿，这些打针之后的一些细胞免疫，这是很常见的。最多就是说，有时候看到 mRNA 打完之后肿很久，跟 AZ 也都是有，这是因为大量的细胞聚集造成局部水肿，所以局部的人比较不担心，比较担心是系统性的副作用。系统性副作用，譬如说林势必所提的，譬如说严重过敏性休克，对，由于身体第一次遇到这个过敏的可能的一个抗原，他没有经历过，或者是他曾经有过敏过类似相同成分，
这时候的过敏的成分可能不只有仅限在抗原，可能包含佐剂。所以说，为什么对显影剂过敏的不能够打莫德纳，就是因为它会引发严重的过敏性休克。所以在大数据里面，我们非常清楚哪些疫苗不能够打，因为它有些过敏史。可是高端没有，高端缺了这一部分的过敏源的事先提醒，所以打的过程中会不会因为它曾经对这个佐剂里面的某些成分产生严重过敏性反应，这部分单位造成血压瞬间下降、呼吸困难、休克死亡。不过目前的话，我们来看这四位死亡好像都不是来自于严重过敏性休克，除了那个糖尿病120公斤那一个比较难说，对，不然其他三个好像透过电脑断层或解剖可以知道。所以我们看起来的话，就是高端它的一个数据里面给我们的是一个相对安全，但是大规模施打的部分一定要去检查这些异常数据。那只是说高医师提的这些嗜异红性白血球，它不属于我们预期的免疫力增强下所看到的反应。我们打疫苗的目的是透过 B 细胞、T 细胞跟一些抗原呈现细胞增强反应。如果嗜异红性白血球大量增加，其实不是每个人都会看到。如果真的看到的话，应该是比较是严重过敏性休克的一个前兆。可这些都会有类似红疹，所以像昨天报道的18个比较严重不良反应里面，好像只有一个有过敏。所以这个部分我们看起来就是我们还在继续看大数据，因为等到打了50,000-60,000人之后，也许我们大概就晓得这些过敏的部分会不会持续增加。基隆的案件比较特别，对，这是一个夫妻的同时不舒服。这个夫妻你觉得它特别在哪里？因为疫苗再怎么样也很难针对30多岁的夫妻同时产生症状，所以这个部分也非常特别的部分，就是说是不是一些我们叫做群众心理或是精神因素，因为打完疫苗之后又看到有人猝死，而加上这些人这些容易有绿病症不一定是绿病症，一直要看抽血报告。如果说他有一些心情上的一些困扰，就会去放大他身体的一个不舒服，就会造成这个夫妇的部分连续2次住院。所以就医院来讲，这个部分就变成说要去厘清有没有抽血的异常，有没有心电图、X 光片，甚至电脑断层。那台北的那一位的一个异常反应，可能就是晕针或其他的，因为其实打针常晕针很常见。那台南那一位的话，红疹这部分就要小心了。所以这如果说是几十万人第一个红疹的话，也符合我们在新那个高端的疫苗临床试验里面，有些人还是会过敏。但一般来说不会太久，但是要排除是食物过敏或是尘螨过敏或其他的，所以这一部分就变成说把整个台湾有打的人要当作第三期临床试验的一个严谨态度来收集资料，这样才能够知道未来我要几百万人施打的情况下哪些病人要特别提醒。所以我们认为并不是三高就不能够打，三高必须要控制稳定，也同样的卧床不是不能够打，只是要预做准备，要注意血栓症状这些的。是，所以我们其实不要把疫苗想得太过复杂，但重点就是大数据目前高端要再加强，不然连高端都被联雅攻击。联雅说高端是大分子，它的一个产量的部分不是很稳定，那却因为他们比较的是一个原始株的一个综合抗体，而不让联雅过。所以这部分就表示说我们EUA还是有一个缺陷，但既然已经开打了，我们就好好来收集。所以鼓励所有的一个观众加入卫福部的一个监测计划，把你的不舒服都上传到网站里面，一方面建立这些不良事件的记录，作为第二次施打会不会有问题。第二部分就是让我们知道大数据里面我们未来如何来改善这个疫苗所产生的不良率，我们如何来做一些疫苗注射前的检查，来让更多的民众可以因为这些回报而达到正确的一个疫苗的一个观念。是，然后请教张宇老师，包括汪杰敏，因为这人在现场，因为我们看到这些事件，说真的，我相信对每个家属来讲，我们为什么要注射疫苗？疫苗到了你就去施打，都是为了保护自己。尤其是 Delta 病毒在攻进去全世界这么多的国家，七超六配哈，你看对美国来讲，拜登也非常紧张。可是在这个当下，台湾发生这个不幸事件呢，科学的疫苗当然要科学的数据来去论证啊，否则你会引起全面性的一个恐慌。你如果全面性恐慌，就是回到之前呢，很多人在一开始的时候不愿意去打 AZ， 一方面会认为疫情是稳定，二方面是太多人认为说 AZ 打了会怎么样怎么样，结果错失的时间。所以刚刚周百谦医师告诉我们，在这段时间有多少人因此死亡，事实上在生命搞不好第一时间你打了疫苗，生命是可以救回来了。我请教张宇石老师，暂停，身为一个党主席，而且是一个要角逐连任的江启臣，他说把不良的反应应该厘清之后继续施打，
该暂停就应该暂停。这个时候我们也看到了，这是今天所召开的记者会，就是费鸿泰所讲的，他认为已经有四人猝死了，陈时中小心很多冤魂会去找你。另外我们看到是朱立伦，朱立伦认为蔡苏体制下一个护航高端政府，让台湾的下一代被迫玩俄罗斯轮盘，审查过程充满争议的疫苗出人命，查清死因是政府唯一能够做的事情。这个时候赵少康认为政府也应该停止高端疫苗的接种作业，有两大道理，需先厘清高危险族群跟风险。台湾有高血压问题的人有508万人，相当于四分之一人有高血压，这些人是否都不能够打，或这些人打疫苗会有高风险？台湾现在把全民作为高端的最大实验场，只有约4000多人的实验数据，根本不知道打了高端会出现什么样的副作用。来，赵少康老师怎么看？因为如果刚刚依照这个周百谦老师所讲的，这一些副作用，这五个要施打高端疫苗之前要特别注意，应该适用其他的疫苗吧，是不是？你看周百谦医师点头了，就说高大神所讲的，你卧病过久很久了，包括洗肾患者，包括可能是三高族群有心肌梗塞的，不是说遇到你要打高端才要特别留意，这五大族群当中你要打任何的疫苗通通都要注意的。但是国内发生这个不幸时，国民党身为在野党，您是站在什么角度来看这个需要科学论证的事情呢？来，赵医师老师。是的，刚才瑞德哥也为大家介绍 AZ 跟莫德纳过去在注射的时候接种的不良事件，或非严重的不良事件，或是疑似过敏，还有其他疑似不良事件发生的时候，国民党人在哪里？国民党有没有告诉大家说呢，立即停止施打 AZ 或是莫德纳？没有。即便他们不断的告诉大家 AZ 会有什么副作用，最可笑的地方，左手黑 AZ 自己跑去打，这就是国民党的标准嘛。说 AZ 到目前为止呢，打完持续上死亡的是543例，莫德纳是124例，高端目前是4例。如果再用两个比较数字啊，我们就可以了解这个数据上的意义是什么。简单来讲呢，现在高端的我刚才说的是持续上的死亡数字呢，是 AZ 的1/12，是莫德纳的1/5。简单来讲，如果以莫德纳以现在高端要注60万剂的话，什么样的数字才能够超过呢？那就是呢，高端呢基本上注了60万剂之后，死了51个人才跟 AZ 相当。如果死了20个人呢，才跟呢莫德纳相当。所以这是一个简单数据还原的过程。为什么国民党不去思考这些问题呢？第二个，民主国家跟威权体制最大差别在哪里？待会出国的时候为大家做说明。习近平啊，在10月底之前就已经要准备下令什么呢？全中国11亿的人要呢强迫完成2剂的注射，你没有任何选择啦，不管你要不要打，威权体制由上而下例行禁止下令之下，不论呢你相不相信科兴跟国药，你就必须要打，这是威权体制。